你再说一遍，你要什么？我要自由。你所理解的自由是什么？至少能和朋友一起。开始长大吧，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糖真情六十秒。我错了，我以后会认真学习的，找一个好的工作，给你一个好的未来，我也不会整天的抱怨你，你都那么辛苦了，我不应该这样做，我是一个有良知的人，做一个男人，我应该承担起我所做的责任来。哎，其实我也没有想到我做这些会让你这么不舒服，因为你平时真的太好吃懒做，太一点事儿都不干。这些问题我都可以改的，我是一个有良知的男人，我应该做我应该所做的事情，改变所有的事情，让你不要这样说我。
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